我是个人训练生刘俊，青春制作人，给我力量吧。现在是凌晨2:30，嘈杂的街道也终于安静了下来。我想给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分享《马戏之王》里《A Million Dreams》这一首歌。在电影里，他反复地唱着 ：“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。”给了我一种世界像万花筒一样的梦境，它让我看见千百种的色彩和千百种的可能，让我在感到迷茫和疲惫的时候仍然期待着明天的到来。所以我想推荐给迷茫的朋友们，不要气馁，你所相信的明天终将会到来的。小俊，听说你要参加青春有你3了啊，我们的武林高手相信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，也希望你能够比出好成绩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辛爽。刘俊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优秀的 dancer， 然后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总是充满能量。这一次他去参加青春有你3，希望他在青春有你3的舞台上能够再次绽放自己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刘俊。刘俊加油，希望你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。Hello， 小俊你好，我是杨洋老师。听说你要参加《青春有你3》了，你在杨洋老师心中可是一个超级超级棒的舞者和编导，相信你在《青春有你3》会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挑战，为你加油。What's up? We just want to give a big shout out to Jun Liu for being on a TV show Youth with You. We are Quick Crew, and we are so happy that you keep dancing, keep doing what you do. A lot of blessings from us, Norway.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武术队教练林佑辉，请大家和我一起关注《青春有你3》的刘俊，期待他在这节目中的突破表现，也祝他圆满成功。刘俊，享受过程，加油！爱奇艺 Chillax 里邦，我的地当的在。